大家好，我是枪队。啊，这个官方又给我发体验卡了。本次的体验卡，就是这个 Q33 的神话皮，也是非常的帅气啊。它的名字就是红莲天珠，做的也是非常的好。然后还有一个卢卡斯的紫皮，做的也是非常好。还有一个法帽，然后我们的表情，然后还有一个希拉老婆。然后的话，这个是 M13 的橡皮，我一开始是以为737。然后的话，这个是阿卡斯7的皮肤，做的也是非常的炫酷，是一款紫皮，嘿嘿。然后还有一个战斗刀，官方也是非常的好，必须再给他展示一下电影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武器监视，以及红莲的防爆，这个防爆装置跟这个小水刀还是蛮帅的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AK 的武器监视，也是非常的帅气。再给大家看一下红莲的武器监视，红莲儿直接脱莲花。开镜的话也是做的非常的巧妙。再来看一下传说皮的 M13， 2020年12月26日，这把枪应该有着它的意义，枪声也是非常的好听，这把枪非常适合少女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实战的表现。稍微吐槽一下这个神话皮，给人一种方向感不太确定的感觉，开镜特别快。官方后期应该会优化。兄弟们，这得打狙了，不要第一回好吧？看这边收掉一个，往这边拉，又看到一个双杀，又看到一个三杀。OK， 往这边拉一手，瞥一眼，没看到人。这个时候往前走两步，又出来一个，啪的一下四杀，手指莲花换弹出来一个没点掉。这边的话摸金木摸过去，电车电到了，拿下一个五杀，手指莲花换弹。我打就不准。再来看一下 AK 的实战表现，这个 AK 竟然有悬浮几秒，这应该是 AK 第一款有悬浮几秒的皮肤吧。这把 AK 的手感也是挺好的，兄弟们，做的也是非常的优质。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M13 这个皮肤，这个皮肤的打击感也是非常的好，做的也是非常的精致啊。对了，兄弟们，我的新春口令码是新春发又发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新春发又发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